不是画这个，完蛋了！你看，他画水系水的，你系看，的有没水有？系的，水系难的，怪可你以不猜。会。我不真会的。了。感谢赵吉结果他是飞行系的。好。等一下，你画的也太崎岖了吧。哦，你这太低吧！这个当封面好不好？封面，封面，封面，可以，果然是我可以超越团团，只有团团可以超越团团，无人能啊！不会画，画的很棒，画的很棒，不错，不错，画的不错，不用什么水石哦，你们在讲什么？画的不错。那个叫什么？那只叫什么？忘记了。水滴鱼。真是哆啦 A 梦。哎，不是吗？不是不是。嗯，应该大家都想要找王那个点。这是什么？我突然不是卡比颂。哎，发生什么？啊哦哦！啊！我直接画出来。不是，啊啊啊！有了，我这打错是不是？我有，这个要选字，好麻烦啊！我刚才差点想要解你鬼。你再不画后面的，就要猜什么大舌头。差一点就变大舌头了。等你什么？我大舌头。这啥？这啥？什么？不是，啊！我只画了两条，哎，啊，哎，哈哈哈哈哈！东西，哎，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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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哈哈哈哈哈！哦，哈哈哈哈哈！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，煤炭龟，哦，其实是那个啊，妙蛙洋草。高子，高子，高子，感谢高子留言。蒜头青蛙，蒜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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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觉得颜色对了，大家就开始乱猜了。没有，没有，所以我们应该要颜色故意弄，故意弄奇怪的颜色。嗯啊，这什么？啊！太坏了吧！这是什么？你好销魂哦！下面那一根哦！哦！那根是什么？那根是什么？那根很怪哦！那根是什么？哦！被淹了！被剪掉了！被淹掉了。等一下啊。好。来。这颜色是故意的，是不是？哎呦。看来是故意的。啊，不是不是，真的真的。真的真的。耶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选字要选字。看来小刚跟小刚跟小霞很好，嘿。哎，这太强了！好强！他眼睛好强，好怎么？好强！嗯，我以为是这个哎。哎，有很像。我是打错，很像吧？连虎牙都画出来了。真的，我都画出来了。哦，白色。金门王。金门王，金门王，金门王，金门王。哎呀，金门王。眼睛真的是灵魂之窗哎、欸！对啊，所以很多人画画不画眼睛啊，不然就闭一只眼睛，啊、嗯，少画一颗眼睛就帅很多。哦，哦哎呦，哎呀，等一下是选字，哇！你在画什么鬼？你在画什么鬼？哇！哎哎哎哎哎！哎，这个似曾相识啊！似曾相识啊！等一下，是这个吗？似曾相识。没有没有，那个那是最新版的了，而且那个球球还是。对对对，你又想到它就是这个颜色的。它就是这个颜色。
他变成蓝色的。猜一个字，猜一个字，这个颜色的。哇！白海狮，白海狮，它是白色的。嗯。叮叮。哎呀，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旧版的名字了。对啊，因为后来都改了。你原本记得，可是后来上次记了新的之后就被统一了啊，慢慢的就变了。我还是比较喜欢旧版。哎、欸，叫什么？也不是。尼多啊，打成尼多。我朗王了。嗯。啊。是不是有个字是错的啊？尼多方向。哎、欸。哎、哦欸。是。啊、不是吗？你是不是？不是尼多是尼多。他是阿伯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有个字是错的、啊。也是尼多、啊，不过有个字是错的。哦，有的，对。不是二声，哎、欸，不是三声，是二声。对啊，二声是二声，不是三声。哦啊啊啊！哦，小刚对啦。以前叫这个名字是不是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以前的名字是肉部月部。狼哦，狼这个是错字，还是狼没错啦，他是打这个错字。怎么又是这个？最讨厌尼多系列的，真的。尼多中水哪一只是哪一只？完蛋。所以我应该这样。尼多利洛跟尼多利娜，我还搞不清楚。没有利娜啦，利不要再利娜了啦，都喜欢利娜。这是尼多娜，又是尼多了吗？系列吗？啊？啊？什么鬼啊？什么东西？啊？啊？嗯？什么？什么啦？我觉得他在荧幕前面一直笑。啊？他说：“为什么又是这一题之类的？”啊？又是这一题，怎么长这样？啥？好啦，过一半了啦，尼多系列的。哦，又是尼多。真假？哎、欸，姚彦是太会猜了吧？天哪，这样猜得出？太多尼多了吧？为什么这样猜得出来啊？为什么？我觉得应该是直接猜尼多系列，然后就猜到了。嗯，像我刚刚也是随便放一个，然后就放。笔画很少呢。对呀、啊。哇、嗯，太艺术了，太艺术了吧？真的，就是随便画，看到尼多两个字。就是反正就直直的勾上去就对了。好了，不要乱猜。明明是女的，绿绿的勾上去就对了。对。等我一下、喔，你不会了吗？我查一下吧。你不是宝可梦大师？宝可梦大师。哦，紫色的一点，紫色一点。哦，不是、欸，咖啡色。不是咖啡色。啊？你不要骗我、喔，皮卡丘不是有颜色哦、喔。啊，果然。啊？果然，可恶。哦、喔。已经出来了，刚颜色出来就出来了。哦。啊。叫什么东西？叫什么、啊？叫钩子耶，就是可以进化超多进化的那个。对啊，上次他买这个，他叫什么？他没有，他名字没变呐、啊。他叫的是伊米，真的叫的是伊米啊！我在选字，伊米，选字，伊米，其实是球球海狮的伊那个啊。等一下啊、哦、，Google 一下，啊，这个已经快没得猜了、哦，又不是延迟系的，快点，说的差不多了，看来不是延迟系的，没错，快了，又是海系的，这个很热门的，虽然潮系，又来了，又潮系的了，一定不是野蛋树，看来就是假的，野蛋树，哎，圣诞树，那是螃蟹吗？啊！什么？开场的，刚刚开场开始退化，你画太像蜘蛛了吧？他们就他哪有头毛？
哇，好强啊！他们这么好。哎哎哎，来不及打。啊，这有错字。啊？耶。哦。嗯。哦，大概知道是，哎，是哪一字？有错字。有错字的。嗯。什么是什么？章鱼桶。没有吧？不可能。这个有错字哦。真的假的？哎，不是这个，还要猜他以前的名字哦。没有，他这个就是错的了。好，我给提示哦，提示是这个。嗯。啊？哦，对，啊？对，提示啊。提示像这个来了，喵哈，还要再一个提示吗？来，这个。哇！我还没打出来。因为这可能是他们那一边的讲法吧？对啊，或许对吧、啊？这个是他们那边。可是我记得官方都已经统一译名了。嗯，就是九，有人就是喜欢念旧啊，1.8之类的啊。啊，你不要、哦！站起来！番茄酱比较好啊，怎样？酱油啦！啊，这样香菜好吃啊，怎样？香菜臭死，臭死！魔鬼！站起来！最后一题了！除非第一名猜。好，我不猜，就不要被我猜到。穿伤丸啊，快打！欸、真的哎，哇，你好会哦、喔，好会哦、喔，好猛哦、喔，怎么这么厉害啊？你刚说穿伤丸吗？伤丸，阿弥陀丸，穿伤丸。对啊，故意讲错字。太刺了吧！阿弥陀丸啊！哎、欸，十点了，可以猜，差不多，可以猜。哎、欸，这个最后一题啊，最后一题，小钢珠最后一题，小钢珠最后一题，小钢珠才开始看台，我们要关台了啦，什么要休息喽、啊？什么啦？什么？你怎么学习我？你为什么变成这种画风啦、啊？我知道，一定是尼多系列的。谢谢。为什么尼多系列的？刚不是说了吗？尼多系列的不就是蓝色狗狗，就是蓝，要不然就是蓝狗狗。哎呦，你搞什么啊？好酷了，不是这个。我懂你。真的假的？这么强哦？对啊。哎。没有，不是你东西。你还有个女的没打出来啊？再进化。没有啦，啊，她是最初的啦。她最初的啊，是最初的。最初的。是第二。第二。厉害啦！哦。原来如此。串三管哦。我上去就对。好啦，今天就到这边嘞。休息喽！感谢大家，好开心的，感谢大家团团画了很多开心的图，太难过了，太难过了，我要把画完，啊，离开，那什么？杰尼龟，啊，文章哥，对呀。休息哦。他眼睛在太好啦，感谢各位啦，还是画画比较好玩。我的主场欸，就只有工具而已，没有抢到第一名，其他第一爽啊。好啦，这个应该会剪出精华出来啦，太好笑了。啊，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，想进去看可以帮我点个订阅，那下次见，拜拜。啊，等一下应该还会有农场啦、啊、所以再看我有没有那个更改标题，有的话就留下来，没有的话就睡觉。好啦，各位拜拜。